来到九九三，看到我就来九九三，做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我是来踢档的，我也不会决定自己。我是一个户外跳舞主播，大家喜欢我的右下角直播室通知我可以勾一下，手机用户在左上角，然后九九三的预约大家可以勾一下，谢谢。再来第一个舞送给你们。
好累啊。还有人不知道我在哪里吗？每天都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。哇塞，我好累，等我歇一下下，歇一下下，歇一下下。好嘞，来一个自我介绍啊，我是丫丫，是一个户外跳舞主播，我现在在澳门，我现实是一名舞蹈演员，现在在这边演出，然后呢，年纪就不告诉大家了，不好意思，身高1.72米，三围三十二，今天气温是现在有17.8度了，嗯，累死我了。接着去给大家跳舞，大家喜欢我的一定右下角直播室通知我这个地方要勾一下，手机用户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爱心鲜花送一送，谢谢。不是所有的椰子树都只有三亚有，我家门前其实也有，真的，我家在哈尔滨。明明三十二，好，也给大家跳舞啊！我独坐山外小阁楼，窗
去思念长留。最后两分半的时间，给大家跳一个我的拿手的啊，跳一个九儿就下麦序，十五分钟以后再回来。关注记得没有点的，大家点一下关注啊，谢谢。深